自拍啊？你太有空啊，玩自拍。我自拍是为了要做好事 ，OK？ 才怪！记得两年前我参加99%SME 活动，为我老爸宣传咖啡店吗？结果效果非常的好，我老爸的店经常爆满呢。让我来教你吧。首先上网到99SME.SG 报名参加99%SME 活动，上菜促销优惠，为自己的店做宣传，然后拍下你披萨店的照片，写一些短文介绍，再传送到涛哥.SG/99SME， 很简单吧？照片得到前三名最多选票的中小型企业，就可能获得10万元广告津贴。现在我们可以尽情表达对本地企业的支持了，例如你妈妈的披萨店。哇，太好了，我们快点自拍。你不要扮可爱哦。